去巴士冲进草地，直接撞上山壁，车子歪歪斜斜，硬生生卡在边坡上头。警方到场勘查，后头、柏油路满地都是零件碎片，肇事机车倒在一旁，车壳严重破碎，骑士的安全帽和鞋子都还留在现场。身有稍微碎成一下，左手、左脚，然后左脚。好像是裂掉的样子，我有帮他把安全帽拿起来了，叫他起来，他昏迷状态。事件发生在1号傍晚5点多，汐止五指山这处弯道。当时骑着机车的吴姓警员往下坡处走，而另外一台社区小巴士则往上坡，两车对撞后，小巴滑向边坡，而里头6个人轻伤没有大碍，但吴姓骑士送医不治。这个上坡来是这速度也不要多快啊，车子也跑不掉，顶多要30-40这样。拍下五指山上的风景，事发前1个小时，身亡的吴姓警员才开心 po 上跑山影片。休假日却发生意外，今年21岁的他，去年10月才到海山分局任职。平常的工作表现都是非常正常。那今天他是休假的状况，那跟他的同学相约去。妻子的不是山出游，父母接到噩耗匆忙北上，但儿子早已成为冰冷遗体，妈妈忍不住在医院抱着家人痛哭，年轻生命就此断送，让家属怎能接受。记者朋友的王一竹新北市采访报道。